我们上一次学习到48愿第21愿悔过得生愿我们先将经句读诵一遍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性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好，那这一段在整个愿文里承先启后讲记141页老和尚开解到了，可以看到看作是第12愿到20愿的总结特别增强我们的信愿净土法门是3资粮信愿行。这要增强我们的信愿十方众生自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闻我名号是信解系念我国是愿行那师长。在后面呢，开解到了，在143页有分析了，一般大众属于中根的多，那上根立志他闻法就大彻大悟了。下根人，他不想理解，佛说的他都相信，绝对没有怀疑，这是下根，上智跟下语好度，所以呢，我们上一次143页第一段，第二行佛讲千经万论都是为中根人说的，这就说明读诵大乘非常重要，你才真正体会到名号的功德，唯有你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死心塌地发愿念佛，这才是系念我国，这系念我国是愿意去持名了，但是前面呢，听闻佛法之后尤其对这一句名号功德要深入理解，你会死心塌地争分夺秒去念佛。我们现在没把念佛摆第一就是这个解得不够深了。所以不是我们口上说我相信我很想往生这是自己的感觉。很想往生，那会归心似箭每天还操心这么多人事物。然后自己觉得我很想往生，所以修行要自己检查哦，自我勘验哦，自我勘验就不能自欺哦，娑婆有一爱之不清，临终被此爱所牵所以我们发愿
对这个世间人事物的留恋挂碍，都要慢慢放淡了。这都要靠自己呀，去下功夫了。哎，知道念佛功德殊胜，能灭众罪，那还会打妄想？赶快灭罪啊！哦，啊，三十信念有一句教诲很重要啊：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手。啊，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呢。啊，一不念佛了，啊，备了念佛之心，刹那就结轮回业的地方了。啊，我们想一想，我们一不念佛啊，会想什么？一定想世间的人事物嘛。啊，那是不是六道轮回？哎，你说我这。担心这个人呢，我为他设想啊，那善心，但是还是出不了轮回啊，你有牵挂吗？哎，我们看啊，老和尚讲经有提过啊，岳飞啊，精忠报国啊，那种爱国精神呢，我们。对他都是肃然起敬啊，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他对国家的情谊啊，放不下，那轮回就出不去了。哦，所以佛法难闻啊。哦，我相信这个岳飞，假如闻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他说：“我去了做阿惟一世菩萨，哦，那更好，能护持国家民族了。”哦，也总在遇缘不同啊。哦，好哦，所以这一段呢，啊，真的要经教搞明白有信有愿呢。这个行呢，就很自然了，那这个相信这个世间呢，世间无常啊，国土为脆啊，三界无安。啊，欲界、色界、无色界，没有安稳的，犹如火宅啊，你升得再高啊，越高啊，掉下来越重啊，众苦皆迫啊，这个我们相信吗？我们看清楚了吗？哦，你看这最近啊，很动荡啊。啊，影响世界都不清楚啊，会不会有人一激动啊，这个核子弹一按，你不知道后面掌权的人是谁啊，拥有这些武器的人是谁啊？哦，那诸位仁者，承德讲到这里啊，你们会不会开始担忧了？啊，我不是讲话来吓大家的哦，不然我就有罪过了。我们去感觉感觉无常啊，可不能觉得明天都会跟今天一样啊，瞬息万变的。哦，所以真正看清世间的无常了。那就懂得要在这个世间呢出轮回去了，这是真正挚爱了，
这个自爱里面有智慧了，你不出去解决不了问题啊，依然在无常里面转呢，这个魔里面呢，有一个魔叫死魔啊。你看无常一来，我们去投胎了，这一生修的又退回去了，所以不能死了。死了就不得了啦，就迷迷糊糊去了。修行人要有志气呀，最后生了，不再去投胎了。哦，佛门讲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不受后有就是不再去投胎了。那所作已办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办好了，叫所作已办了，随时可以去了。那最稳当的是什么？那功夫早点成片了，妄念进不来了，佛号慢慢慢慢可以连成一片了。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呐、啊。这个又不求人，求人难，登天难。求自己啊，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决心，有没有毅力了。人有自心求道啊，精进不止，会当克苦，何怨不得？这都是《无量寿经》教我们的。那佛看到未来世了。你看佛那个时代，哪有核子武器呀？但是佛说了，假使大火满三千呢？哇，你看那个场景。大火可以满三千，那么严重啊！纵使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不用怕啊！成佛威德，悉能超。所以佛是安稳光啊。我们念这个佛啊，会感觉到身心安稳呢。重大的这个核子战争呢，我们信心也不动摇，这是佛给我们宣讲的，不担心。当然更积极的，以念佛的功德啊，化解世间的业力。不能看到这个世界乱了，自己袖手旁观啊，没关系，反正假使大火满三千，我也不怕了。那这个心呢，都没有想到众生了。尽意不为，无勇也啊。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为这个世间回向啊！老和尚说的，我是地球人呢，这个也是在教育我们了。眼前的众生你都不爱护，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不是骗人呢？见义勇为啊，是往生的条件之一哦。哦，这不是我说的，印光祖师有讲啊，念佛之人必须啊，祖师这些话啊，这个字啊，词不能忽略啊，必须就是不能含糊，一定要这么做，世事常存忠恕。
中恕之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中恕之道的人呢、啊，绝对不强势。我们还很强势啊，那我们的心境还跟中恕之道不够相应。哎，祖师这些话都是指导我们当生成就的教诲哦。啊，他的字眼里面呢、都没有含糊的哦。啊，必须事事你在做事当中要存中恕之道，常存中恕，心心提防过谦。啊，警觉性要很高，我的念头有没有错了？啊，不能发了脾气了！哎呀，我怎么又发了？啊，不能一直因循自己啊！哎，心性体罚过谦了。啊，知过必改，不能因循苟且哟。见义必为，见义要勇为啊！啊，因为这个义呀。仁义礼智信叫五常啊，啊，跟我们的良心、跟我们的真心相应啊，哦，所以忠恕心心提防过谦，知过必改，见义必为，知过必改才有羞耻心啊，这个跟五常八德。五常八德都是我们真心流露的德行所以能这样了，方与佛同，跟佛心相应了，相同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说不见义勇为的人。他也良心不安呐、是吧？该做的没有做，心里毛毛的了。该做的做了，岂能尽如人意呀、但求无愧我心呢、心很安呢。其实我们所做啊，跟良心相违背的时候啊，我们心就会不安。这是人本有的性德所以这样方与佛同啊，若不如是我们处世待人没有这样去做，则与佛相反那佛心相反了。绝难感通啊，很难跟佛感通了、而且不以这样来处世待人那我们每天会造罪业所以我们念佛的人是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我们不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铁定会伤到别人了，就会再造新殃好，所以我们见义必为姜味浓居士他是下功夫在《金刚经》一生专攻《金刚经》但是呢。他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他有很多开示对我们这个修净土的人很有指导的一个方向来教我们怎么发心。怎么用功甚至增长我们的信心。我们复习一下可能大家
还会有印象啊，而且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愿呢，悔过得生愿，哎，也很相应啊。持名念佛，暗合道妙，暗合道妙是巧入无声的，暗合道妙啊。所以老实念佛啊，就入了《金刚经》的无住身心的境界啊，也是。法相中用功的原则，转世成智，就在念佛当中啊，就在转世成智了。哦，你看我们平常妄念相续啊，这是世啊。哦，哎，这些妄念当中得失啊。担忧、恐惧呀、啊，心都不安呢、啊，是非人我了，这个都是事啊。哎，可是你念佛的时候，万缘放下，一切莫管，自具分明，平平常常老实念去，这个就是用第一念了、啊，第一念就是智啊。你妄念没有进来啊？你看，念佛当下就是在转世成智了，就是在落实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我们念佛的时候，一个妄念都没有啊，因无所住了。我你看，我们起一个对立的心了。啊，起一个嗔恚的心了，哇！你看念头就陷在那里面去了，住在烦恼上了。你看，任何妄念都进不来了，因无所住啊。可是佛号一声接一声叫而生其心。哦，所以江居士说，持名念佛，暗合道妙。就巧入无声了啊，即是行深般若啊，无意念实相，跟实相念佛没有差别。是故啊，能消众罪能消众业，能灭众罪啊。这个万德洪名，消业的力量啊很大，待会老和尚会有开解的，为什么悔过可以得生？这个一悔过念这个佛号，那个力量，消业的力量非常强，观无量寿经讲。念一声阿弥陀佛，灭80亿劫生死重罪啊。好，那江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开解到了啊，这是开解呢。佛有说啊，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就是佛啊，希望众生呢、都能成佛那江居士有说啊，念佛人呢、要发大心，修行所种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啊。也是我们往生的条件，往生8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大心啊，普愿法界众生
哦，这个心有没有发出来？我们要问自己了啊。啊，假如没有发出来，那无量寿经读的也不相应啊。啊，无量寿经说的，未度有情令得度，已度之则始成佛。哎，这些句子有没有入我们的心啊？一切皆成佛，哎，这句话有念入心了，跟阿弥陀佛同愿了。哎，我们一起研究48愿的目的是什么？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哎，这是我们深入48愿的目标啊！啊，我们不能深入48愿呢，啊，我本来该怎么发脾气还怎么发脾气，啊，该怎么自私还怎么自私，那不行啊！啊，老和尚为什么早课让我们念48愿，晚课为什么念32到37品？哎，我们当学生要善学善思维了啊！我们不能，没办法，老和尚让念就念吧。啊，你没有去领会啊，念的时候没办法念吧。啊，大家想一想，没办法念吧，会念出什么效果来？念出应付的效果来啊！哦，老和尚说的，我们心太狠了啊！早上骗佛菩萨一次，晚上又骗佛菩萨一次，我说骗人，我们都很不愿意了，怎么还愿意去骗佛菩萨呢？所以都要用真心啊！啊，48愿用真心去念了，念着念着。随阿弥陀佛的48愿呢，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啊，48愿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啊，他极乐世界依正庄严，都是他的心现呐、啊，他的依正，我们一读他的48愿，把我们本有的48愿，本有的真心啊。掉出来了，哎，我们没有，阿弥陀佛也掉不出来，显 我自心啊，不知道大家读《无量寿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啊读啊，哎，眼泪流出来了，啊，念到哪一句的时候，哦，都没有流过啊，哦。那没关系，继续练一定会流。往往读到那一句“纵使生死诸苦中啊，如是愿行永不退”啊。哎，我们为什么会流泪啊？感受到佛无尽的慈悲了。哎，我们流泪代表共鸣啊！哎，你心很狠呢，也共鸣不了哎，这个《无量寿经》要入心啊，甚至一念回向文，皆要从真实心中做啊。啊，净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我们每天都要念的，我们每天念的是有口无心了，还是称性念出来的？真的是真心念出来了，不会有看不顺眼的人啦。
还有看不顺眼的人，这一句还不够相应。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啊，哎，在每个当下要关照自己有没有用真心。读经会应付的，对人也会应付的，做事也会应付的啦。何处是道场啊？处处是道场。无时不刻啊，都要用真心儒家讲得好，道也者，不可虚与离也。可离非道也。华严经更提醒我们，忘失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啊。忘失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啊。哦，所以我们菩提心要保持啊。维摩诘经说的。执心是道场啊，执心就是真诚、真心。好，哎，他下一句有味道了，无虚假故，你不能用虚伪的心应付的心啊。哦，所以我们在一切境缘当中，发觉自己有点不耐烦了，哎，赶快念阿弥陀佛了。啊，我们一不耐烦了。好，这应付的这种言语行为就出来了，好，然后情绪就上来了，然后功德就烧掉了，这个功德不容易积累啊。我们得冷静啊，不要常常一把火自己烧掉了。最重要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要念佛啊！我们平常不在佛号当中啊，一遇到境界很难有很高的觉照啊。你觉照力很强的时候，稍有情绪你察觉了。你就赶紧念佛，把它拂掉了。平常心都是散乱的，突然又遇到，冤亲债主了，应该于诸众生示落自己连这个冤亲债主的念头都不要了，这个平常，所以平时如战时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所以佛号啊，不能离心，不能离口。所以若要佛不离口啊，先须诸不离手。我们看祖师大德都给我们表演，那个佛珠都没有离开啊！你看黄念老，哇，在回答美国同修的问题啊，那个佛珠还一直在按我得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不然说，这个法师手上，当然我也念得不好啊，我是怕大家起心动念啊。当然这个心不能是炫耀所以修行人不能自欺这个观心为要啊，这个心念关照不到了，自己被自己骗了，被自己卖了，都不知道了。好。所以《维摩诘经》说：“执心是道场，无虚假故。”
哎，这一句话就是善导大师教导的，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我们一面对人呢，哎，真诚、恭敬、柔软、慈悲，哎，对自己呢，清净，不要染污心。不要有求的心去待人，因无所住，行于布施。你去布施去帮助别人呢，不要求人赞叹，求人肯定，不要求人回报。三轮体空，做了都没放在心上。为什么我们对比较近的亲人呢，容易起情绪呀！我们有没有思维过这些问题？哎，我做了那么多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有做了。哎，我跟你讲了很多次了，你咋不听啊？哎，有做了。哦，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啊，跟境界没有关系啊。我们会起情绪呀，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们自己心动了。所以佛法是内学，要往内，往外就不把责任推给别人了，哎，把责任推给别人啊，会变成一种习惯我跟同学们在交流比方说他谈到了，跟自己父亲，起了情绪了。父亲听完他讲的话，起情绪了。他劝他爸爸，他爸爸起情绪了。爸爸推他一下。这个叙述的过程呢，谁错了？爸爸错了。哎，我们常常在叙述一些事的时候啊，都是习惯，叙述出来就让人家觉得别人错了，境界错了，不是我错了。我说你能讲话，讲到你爸爸气成这样，你还没有错啊？哎，我们这种思维的习惯，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要认识自己的状态不简单，不简单啊！有时候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啊。但我们假如没有《弟子规》说的闻过心的态度啊，那旁观者也帮不了我们了。人家一提醒，我们就不欢喜了，那别人也不敢提醒所以修行啊，我们要能关照到自己的心念、自己思维的惯性。我们效法大顺，你看他做得那么好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不足啊，做错的地方。人家顺马做得这么好了，家里的人不对，他没有指责，他负罪，都是我的错。
是我做的还不够好。哎，我们要效法舜王的心境啊，舜王的心境跟普贤行相应啊，他忏悔业障啊，你看，没有去指责家里人错，我的错，这样才能跟性德相应啊。我们修行为了什么？恢复性德啊！我们不能用跟性德相违背的念头来处事了。所以修行的人，尤其念佛人呢，越念越修越简单，简单到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就是简单到。你不去分别，不去执着人事，啊，好事阿弥陀佛，坏事阿弥陀佛，都在这里面念平等恭敬，不去分别执着，啊，越修越惭愧，你越修越在那里论对错，那不对的，啊，越惭愧，好事与别人。坏事向自己，哎，这个世间的圣哲人都是这么教我们的，更何况我们是修出世、当身成佛的法门呢？啊，增广贤文说的，贤人真罪，愚人真理呀，啊，愚昧了，随顺情绪了。在那里跟家里的人争对错，啊，非得今天非得给我搞个对，谁对谁错出来哦。但是有德的人，贤者真罪，哎呀，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所以我们遇到事，越能。看到自己的问题，越能把罪过揽过来，这个是一个修行的状态。啊，越修越谦虚，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哎，这是善财童子的精神啊，善财是当生成就的。榜样哦，哦，就像刚刚我们提到，哎，今天这个人出现了，哎，我们啊被他的言语行为啊影响到，要起情绪的时候，啊，我们能够，哎，他是菩萨，我是学生，是他来提醒我什么？哎，我心里面还有这些烦恼啊，还有嗔恚心啊。哎，一向内了，哎呀，感谢他提醒我要修这些重点了。啊，没有他出现呢，我没发现。哎，所有的人都是来成就我的了。哦，那就越学越谦虚了，越学越感恩了，感恩每个人对自己的成就了。啊，会修的人，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用对心了，他就往上提升了，境界障碍不了我们的。啊，老和尚说：“顺逆皆佳境啊，恶善贤良缘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哦，那。江居士说的：“念佛人要发大心啊，啊，普愿法界众生同生极乐。这一念心就同阿弥陀佛的愿了。啊，我们用这样的愿心啊，以此正念，明熏法界。哎，我们用这一句正念，这一句万德洪名啊。”供养、
回向法界众生，啊，明熏法界，啊，广度寒灵啊！哇，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回向虚空法界，跟虚空法界结缘了。哎，阿弥陀佛发48愿，就是要广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嘛。而且他发的愿就是超胜一切诸佛那因为他的国土比任何佛国度都殊胜呢，所以所有的诸佛都帮他招生呢。因为所有的诸佛他们是老师啊，老师的心愿是什么？学生赶快成佛啊，是吧？啊，诸佛如来不会。在我这里就好了，不要去那里了。那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即非菩萨啦。还有我的，那就有我所了嘛。啊，一心就是成就学生的。哎，那我们现在用这个正念明熏法界。那跟阿弥陀佛一样，就是要广度虚空法界众生。其实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心呐、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呢、到极乐世界去配合阿弥陀佛一起度尽虚空法界众生嘛。哦，当然不是去了才配合啊，现在就要配合了啊。好，老和尚说的，多带一些人往生极乐世界。啊，《无量寿经》也是指导我们，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当下就要把这个法门善巧的、尽力的介绍给有缘的亲戚朋友，甚至是有缘的人。哪怕你跟他只有一面之缘，说不定过去生很有缘，这一生你对他念一句阿弥陀佛，他生大欢喜啊，虽然跟你一面之缘，哎，可能他就开始念佛了。好，哦，所以以此正念明熏法界，广度寒士，若人融会得这点道理啊，融会领会了这个道理了，还有不加紧念佛的吗？你真的？发愿要普度一切众生呢，你不会蹉跎了，不然就变空愿了。要加紧念佛希望他们化解灾难呢，早日往生极乐世界还怕念佛不得力吗？你悲心深切了，哇！那现在念佛对众生帮助最大了，就赶快念了。哦，印光祖师啊，大势至菩萨再来了，这一生就出来主持一次啊，护国息灾法会在上海。老和尚说，现在业那么重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来消这个世间的这个业力了，而且要吃素，因为战争很多啊，我们要从因上去化解，这个症状跟根本双管齐下，欲治世上刀兵劫，
但听荼门夜半声呢。所以这个吃素放生来带动亲戚朋友也能够吃素放生。所以我们遇到现在地球上战争频传有时候看到你看那么小的孩子就受那么大的苦难了真的很不忍心我们多念佛回向我们有机缘可以捐物资给他们的，我们随份随力去做。那菩萨畏因呢，众生畏苦。我们了解到战争的因，我们也要从因上去化解。好。哦，那师长这里给我们提到我们能真正把这个法门、把佛号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死心塌地发愿念佛才是系念我国。那现代人讲的这143页第一段。现在人讲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把真相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很难相信、很难接受。因为现在受科学影响他不深入，他会有疑呀。他说你拿证据来那老和尚呢，现身说法了。我自己本人呢，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我算是很幸运的，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我搞了30多年了，才搞清楚，真不容易。还有许多人搞一生都没有把事实搞清楚，换句话说对念佛半信半疑，这一生就很可惜了。不知道诸位仁者念完这一段了，我们内心起了什么念头那我也得搞30多年，是吧？老和尚说他搞30多年嘛。哎，我有遇过有同修说了，你看老和尚。你看他研究那么多经教，研究了几十年，最后倒归净土了，那老和尚研究过那些经教，我也要来研究。太着相了，你着相了，你看不懂老和尚在点化我们什么了，老和尚在念点讲座。这个要把出处给大家说一下里面提到什么叫师承呢？老师走过的弯路，不让学生再走，这叫师承。哎，大家想一想有没有道理父母跟老师就最希望我们赶快成就所以老和尚讲这些话，就是让我们那个弯路不要再绕一圈了。好。而且这个我们也很幸运。
啊，黄念祖老居士啊，注解啊，汇集本。哇，你看每一句啊，都引了经论83种佛经，110种祖师的论啊，把每一句经文呢开解得很深入。哇，你真的把这个注解呀，好好学习了，真的是一精通啊，一切精通啊。哦，那我们这真的是真性切愿的，因为理明了嘛，信就生了，信生了，愿就切，愿切，这个念佛就专了，行专，一向专念嘛。啊，那你很专注念阿弥陀佛了，不夹杂了，功就纯了。念佛的功夫越来越纯熟了，业就净了，业障慢慢消了。功纯业，业净妄消，真就显了。啊，自己的真心慢慢就一声佛号，一声心啊，深深唤醒自己的。那发菩提心，坚固不退啊，这个都是48愿的经文啊。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除求生净土之外，决定没有第二念这才是坚固不退。你有第二念呢，那铁定。牵挂留恋这个世间呢，哦，所以我们敦伦敬分，我们还在世间，我们敬本分，但是啊，不能陷在因缘里面，啊，即相离相啊，这是般若。大家不要一想到般若啊，头有点发懵了啊。哎，般若很重要啊。啊，《无量寿经》说的“观法如画”，这个就是般若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就不容易去取相啊，去执着相啊。五度如盲啊，般若为倒啊。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五度，其实这五度就包含一切的善事了。可是如盲哎，为什么叫如盲？你做这五度。你没有离相的般若啊，那你所做的哪怕是善，是什么？轮回的善业嘛。啊，你有我在做，我在布施，我布施给谁了？哇，那下辈子他来布施你咯，福报给你了。对呀。啊，心里还留着，哎，我帮谁很多呢？下辈子他当你儿子孝顺你喽。哦，所以五度如盲啊，因为会牵你去轮回。哎，你不用般若啊，你所做一切就翻转成轮回善业了，轮回的福报了。哦，所以大乘法印是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哦，这个自净其意是关键呢、啊。你心地清净，就是不着相了吗？这个才是般若为倒哦。
啊，那你菩萨不着相布施啊？你不着相布施，你清净了，三轮体空了，这样的布施福德不可思量你用清净心啊，你用无助的心啊，就是真心在布施了，真心没有边际呀。哦，所以金刚，这个了凡四训为什么说菩萨布施斗数一斗的这个数米啊不多啊，五谷啊不多啊，斗数可以种无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啊，因为他真心啊，不住相啊。他的心就没有边际了。哦，这《金刚经》是22年般若的精华哦。哦，这几句经文呢，很重要哦。哎，度众生不能着度众生的相哦。啊，这样都是轮回善业哦。啊，我刚学佛的时候，刚接触佛法。啊，去参加佛教团体的活动，啊，坐在火车上啊，当时刚接触啊，《金刚经》也没读过啊，结果听一些长辈在交谈呢，谁谁谁是我度的，谁谁谁是我度的，我在那里听呢，觉得怪怪的，也不知道怪在哪里啊，后来读《金刚经》说，啊，我今。啊，这个，有点，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我刚刚一紧张就有点想不起来，不紧张就能想。哦，你一紧张就是妄心啊，就会的也背不出来了。佛都说他没有度众生了，我们都说谁谁谁我度的啊！菩萨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了。谁谁谁我度的，不就我相、人相都四相具足了吗？啊，这叫离相、离四相啊，这是般若那这个不容易啊。哎，我们念佛法门多善巧啊！你看，18愿里面说的，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啊，我们尽的任何本分呢，我们都不求福报，我们求往生极乐世界，那全部都变成资粮，往生的资粮。所以我们在五轮的因缘当中啊，不能陷在里面哦，头脑要冷静这是因缘所生啊，不能产生情执，不能产生控制占有随缘妙用啊，今天有这个父子缘。在这个缘当中啊，提升自己，护念孩子，这叫随缘妙用，自受用跟他受用了，这叫慧修行好，所以这才是坚固不退啊，都是求生净土所做一切。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回向里面呢，还带一切众生回向，就像净修捷要第32拜，一心代为生生世世及现在生中
父母、师长、六亲眷属，看很有情义吧？无情不能修道啊，要有情义。六亲眷属、冤亲等众。哦，我们在念这一段的时候，随文入观啊，马上你那个最讨厌的人要转成你要度的人啊，不然你念这一句话都不相应了。哎，我们就不说念佛法门了，人家世间伊斯兰教圣训，哎，这四句话挺有味道，人家这是世间善人，还不是去成佛呢？人家都能做到这样了，啊，在憎恨与喜悦的日子说公道话。哎，你讨厌一个人，你讲话公不公道？你喜欢一个人，你讲话公不公道？讨厌的都给人家讲得很坏，喜欢的都袒护他。接济与我断交的人，救济谁？跟我断交的人，照顾与我绝情的人，原谅对我行不义的人。哎，老和尚还特别墨宝啊，哎，写给谁看的？哎。哎，提醒我们呢，也要照这样去做人呢。哦，所以佛门说冤亲平等，哎，这个教诲有味道吧？谁排前面啊？冤排前面，这叫真干啊。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啊，毁谤侮辱他最严重的啊，在念佛堂啊，不是在这个摄影棚，给他立牌位，讲完经给他回向。哎，老和尚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哦，而且是真明理了。哎，这个人对我们很不好啊，很凶啊。是消掉我们过去生的三恶道的业。哎，没有他来骂我啊，我还得到三恶道去报道嘞。你说这个恩德大不大？哎，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哦，把道理搞清楚了，这都是恩哦。啊，这《金刚经》教的啊，今天可能。有六祖大师的加持啊，今天我们交流《金刚经》交流的比较多啊。啊，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啊，遇到人轻慢你了，啊，作贱了，侮辱你了，哎，为什么他不找别人，找我啊？先世罪业，因堕恶道啊！已经是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那怎么可以不感恩他们帮我们消三恶道的业呢？啊，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他们是帮我们去成佛的。啊，搞清楚、搞明白了，都是来成就自己的。所以人人是好人呢，啊，哦，这些大臣的义理啊，搞清楚了，心就安在真相上了。好，啊，接下来呢，执众得本，得本是什么呢？就是一心念佛。一心念佛是万德之本，这个佛号啊，是自信的名号，
叫万德洪明门。那这个众子是比喻，就是前面所讲的昼夜不断啊，你一生接着一生呢。这个比喻啊，你种植植物啊，你种越久啊，它的根就越深越广了。啊，我们也遇过同修说的，哎呀，我善根不足啊，善根不足要赶快种不足不怕，就怕不肯种啊。粽子啊，肯念佛啊，没善根可以变多善根，没福报可以变多福报啊！啊，我们是中了佛门的特奖啊，你穷光蛋都可以变大富翁，不要担心啊，就怕你不老实念佛而已啊。哦，藕益大师说的，今天藕益大师加持我们哈，以持名故，善根福德同佛啊，这是藕益大师的教诲啊。你只要老实念这句佛号了，你的善根福德顿同诸佛了。这句佛号是这个。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啊，我们是从果起修嘛。一般法门是修因得果，这个法门是从果起修了，即修即果啊。老实持名了，全摄佛德成智德啊，就变成自己的功德了，脱彼依正行我自心了嘛。哦，所以这个是成佛最快的法门。所以根浅都不怕，我们肯种就好了，啊，肯念佛，好，所以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的，就是持咒得本的。好，那自心回向，这个是真心、真诚之心，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因为我们都回向，啊，代表我们都是一心求生净土，啊，真诚就是一念不生是为诚，一个妄念都不生，一个留恋世间的心都不要生，这个才是真诚对阿弥陀佛。哦，就好像说，你给爸爸妈妈说了，我现在马上回去，结果挂了电话呢，你又想摸这个摸那个，自己心里也觉得，刚刚答应爸爸，赶快回去了啊，好像怪怪的啊，所以老和尚常跟我们说，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所以每一天点香这个香啊也有信诺这个飘到阿弥陀佛那边啊，我跟他老人家约好了，好，所以欲生极乐啊，无不遂者。无不遂，这个遂就是成了，没有不成的，没有一个不满愿。100个人修，100个人往生；1000个人修，1000个人往生；万修万人去。阿弥陀佛发愿就是度众生，哪有修了他不接的？不可能的。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缘。
接着老汉说了，要用这样的心态来修行呢，才是万修万人去。什么心态？就是刚刚这一段经文。闻我名号，系念我故，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执众得本，自心回向，欲生极乐，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用这样的心境呢，万修万能去如果不是用这样的心态念佛，那就跟阿弥陀佛的愿不相应了，就不能去了。你可不能怪佛啊，佛在经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能把他的意思曲解了。不能相信自己，哎，我觉得我可以了，我觉得我真心确愿了，哎，要对照对照经文，因此啊，大家在一起共修，一定要明了啊，我看这一段话，可能老和尚谈到这里啊，有感而发了，可能道场出现一些情况了。老和尚随缘妙用请问大家家里出现状况了，好事还是坏事啊？团体出现状况，好事坏事啊？你用真心，用对心就是好事。大家从这一件事都得到教训了，经一事都长一智了。你用错心了。大家责怪来，责怪去了，就是坏事了。共修啊，我们要明了啊，我们要成就自己，要成就大众，这就是无量功德。我们刚刚讲到啊，见义必为啊，义是什么？应该做的，成就自己是不是应该做的？你要对得起自己呀，我们对不起自己，还能对得起谁？不能糟蹋自己了，所以承德父亲啊，每一次承德犯错了，父亲说你要自爱呀。哇，这句话我印象最深所以义者宜也，适宜的，应该的，怎样做才是对自己是正确的，怎样做才是真正自己应该尽的道义就是。成就自己，成就别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到一个团体来了，我不是来索取的。这个团体应该有什么，应该有什么，那这个不是义的心了。我跟这个团体有缘呢。这个团体需要什么？我来承担。好像俗话说的。不要问国家可以给我什么，是吧？应该是要我能为国家做什么？要先尽道义呀，不能先要利益呀。那。决定了不可以存一个念头去破坏自己，又破坏别人。我们有时候你不觉照啊，就在破坏自己了。比方很沮丧的时候啊，很没有信心的时候啊，
有没有在破坏自己啊？哎，你很没信心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感觉好像啊，一直往下掉？哎，不知道底在哪。哎，修行人，这种敏锐度要提升啊。起的这个念头已经让自己在往下堕了，不能继续想啊。观自在啊，观自己自性在不在啊？怀疑是对身心的伤害是最大的啊！从现象上看是怀疑是山崩地陷的，那怀疑自己哇，就陷到无底洞去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要提起信心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哎，信为道源功德母哦，哇，听这句很欢喜啊、哦。那请问大家，不信的时候呢？怀疑的时候呢？哎，那个烦恼像泉水一样，一直涌出来啊，把你铺天盖地呀、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贪嗔痴慢疑起来了，赶紧阿弥陀佛不能让他破坏自己，哎，伤害自己的法身慧命了。好，然后不能破坏别人。我相信啊，这在道场里面呢、啊，没有人说我来破坏别人啊，不会的，来了有相应的地方啊，都有发愿的，可是出发心要保持啊，不然遇到一些人事境缘呢、啊，人我是非的心都止不住了。所以在道场里面要真人利益人呢、啊，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我们会任性而为哦。大家想一想啊，我们都是成年才学佛的，我们做人做事的习惯呢、啊，在境界当中呢，是还没学佛以前的习惯比较强。还是学佛以后依教奉行比较强，哎，这个大家自己要检查检查。哎，我们看看我们讲话有没有不兴事宜，要再争论，有没有一言一行随顺述而不作，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所以我们在道场服务他人呢、啊，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信念，哎，我心中有佛法去处理事情，不然我们那个惯性很强的、啊，本来的习惯呐、啊，哎，感情用事、意气用事啊，不止这个自己的思维要符合经典。做法要符合经营团体的这些原理原则。哎，护念自己不容易哦，护念群体更难，是吧？你护念自己也相对单纯了，就你自己。哦，还有别人嘞。哦，所以老和尚在马来西亚有讲啊，护法都要学群书之要。哦，我加个360哇，一讲群书之要50万言，头都有点懵了啊。哦，不要多，
360，不是分量不大了，但是毕竟精华有挑出来了。哎，不是我们发心了就能把事做好啊！你发了心了，你在做事的时候你不遵循这些《论语》教导怎么办政治啊？处理众人之事叫政。啊，不是说你当国家干部了，你才是从政啊？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办政治了。人不学不知道啊！在座当过父母的人啊，你结婚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当父母啊？那还是要学的啊。哦，那夫妻怎么相处了？你都没学，全会啦！啊，会做媳妇，两边瞒；啊，不会做媳妇，两边传。哎，你这个没有提醒啊，你都没警觉到啦！啊，两边哪两边呢？娘家跟婆家。哦，有不高兴的话，你。两边要瞒的，啊，传的都是什么？互相赞叹的可以传，啊，那有情绪的、不高兴的，两边要瞒的，两边一传就打起来了，人情世理啊。哎，我们现在当护法的人呢，不懂人情，不懂事理啊。会伤天害理的啊，哎，这不是我讲的啊，这个词李炳南老师讲的啊，啊，他开的一个内典培训班，班规8条，班训呢8条，其中一条洞明人情世故，啊，那人情世故，首先我们要学哪一本？哪一本经？常理举要，哎，学常理举要能达到什么？不让人讨厌啊，还谈不上人家喜欢你啊。哎，好，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好了，几个金句：绝交不出恶言。大家想一想，在道场里面重不重要？哇，你看谁离开了，在那里批评，在那里骂，你整个团体是什么氛围啊？哎，那个氛围影响每个人呢，那个氛围是都是感恩别人，啊，大家增长善根，啊，谁离开了？哇，他在这里2年，他在这里5年。啊，我们感谢他的付出，记人家的好，人家的不好不记，甚至什么，哎，人家这些是不是有我做的不够的地方？哎，一个义工要离开了，我们要反思啊，有我没有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哎，我改正了，希望他再回来。哎，我们不忍心这个伙伴同仁，哎，因为自己或者团体做的不妥而离开，因为我们是道场啊，道场是增加大家修道的信心才叫道场啊。假如道场大家一接触了之后都没信心了，那怎么叫道场？啊，这也是李老说的。有庙无道，不能兴教啊。首先要有什么道？首先，道德最基础的就是礼，道德仁义礼，礼是最低标准的。我们现在虽然学大乘佛法，可是我们连最低的礼我们都不懂啊，不懂就得学啊。哦，所以后面老和尚讲道场发生的事啊，
就是不懂理啊。你到了净土的道场，你在劝人家念咒，你不是在乱人家的道吗？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懂人情世理啊。哦，所以老和尚去圣依法师的道场，那是禅宗道场，老和尚就赞叹禅宗，这是懂规矩啊，懂分寸啊，懂得身战身啊。我们现在我执太重了，哎，我学什么的？哎，你们也来学吧。哎，你到人家的家里，到人家的道场，你要尊重主人啊，尊重道场啊。礼者敬而已矣啊，礼就是恭敬，恭敬人，恭敬因缘，不是那么随自己的性子。所以绝交不出恶言，不能随着自己的脾气讲话。家丑不可外扬。哎，这个家不只是自己的道场是家啊，老和尚他的整个组织，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是吧？哎，这个净宗学会骂那个净宗学会。那人家佛门怎么看呢？人家没学佛的人怎么看呢？人家觉得说我们没学佛都不会像你们这么做了，那我看这个佛别学了吧。学佛是学智慧呢。哇，你看常理举要这几句话，我们都不一定在境界当中能依教奉行哦。那只要犯了这些了，那团体就有事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句子里面很多都跟讲话有关？哦，所以孔门四哥言语排第二啊。无量寿经的身口意啊，也把口调前面去了。哎，一般是身口意啊，无量寿经是口身意，有没有用意啊？很有用意哦。我们自己要去关照我们的清净心呢，什么时候容易失掉？一讲话。自己没有关照到心念呢，尤其无量寿经说，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啊，我们只要习惯批评别人，当下这个心就不清净了。修行人的目标，让心越来越清净，心净佛土净啊。我们这个频道啊，才能接上去。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不要放心上，更不要常常在那里讲。过去了，经一事长一智啊，就好了。哦，当然也不能糊里糊涂的哦，你糊里糊涂的，你可能之后还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啊。哦，学佛是学觉悟。在一切境界经过的事里面觉悟，问题出在哪？后不再造，这个是真忏悔了。好，哦，所以不能存这个破坏自己啊，破坏别人。啊，存这样的心啊，那决定堕阿鼻地狱了。啊，这是个念佛道场，净宗道场。哎，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啊，老和尚这个设问就是问我们的初心喽。
哎，哪怕你来了，哎，他没有依教奉行，那没有依教奉行，他也是老师啊，他提醒我们不能犯这些错啊。那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好了，不要批评。反而是哎，他让我长一智了，有收获。好，不要经历了一个因缘呢，啊，让自己没信心了，很多烦恼，这个对我们不利。应该事事是好事，经一事长一智就对了。你是到这儿来成佛的，还是到这儿来准备堕地狱的？先要搞清楚，要冷静哦，不能意气用事了。好，今天呢，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